是。连续中。有球。渡边勇大和远藤大由，然后何继廷和团强输给了加村健士和原田启悟。反击很大的，不过中国队呢，这个其实打这个亚锦赛也是在为，确实前三拍弄得过他们俩的是不多，不多现在。两边拉开，杀中率。前的中前半场往前跟进多一点，能形成很强的压迫。这也是硬用的是就没他快，而且他们在往前整个在手变化当中，连续收掉，稳赚，太高了。有球，没有什么反应的时间。好球，在即将出手那一刹那，能够判断出来这球是界外。大部分情况下还是在下手，网吧接发不都是空当式的。而且这种前半场这动作确实很大，这个往前动作要小，其实对于一个打羽毛球的人来说也是，其实也是一个苏凯摩约打的时候能够摆正位置，我就趴在这儿一拍一拍防。对，你发球我直接这样呢，不一定就是说你肯定是会赢，但是肯定不会输那么快。对，两边分球，连续的下压，杀中路。连续重杀，往前再扑。因为你想抢腕力的问题。点杀。在二号场地即将进行的是混合双打，由来自中国的组合郑思文和亚球。哎，擦网球，滚网球。好球！拦网，走起来，后场杀，好球。过渡球，
点杀中路，就是他全力的进攻球相对会比较少一些。擦网，守住，杀中路，再结合边。为的往前压，两个人都在往后退，可以被穿越，不是整个往前压，陈继久急得直拍自个儿大腿。哎，判！手法太高，杀！后场绝外，出了边线。抹下来，就造成球墙下，基迪恩在后场杀，往前封网，哦，打下，还是比较快的。能不能反击？压住，好球！走，好，喂，这边，这边。点上寻找位置，这市场不愿意突发一个底线，往前跟进，投出了机会，再来，好球，打住了。发球裁判员何鑫，中国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court three, women's doubles, Yuki Fukushima.打中路，踢掉，轻杀，他们还是在拼命寻找往前的机会，其实不是靠后场的发球来得分。往前跟进。对，领先还挺多的。往前压，场的这过程当中，还是应该就是要有明确的思路，自己还是要多创造这种攻守的机会。对方很有经验，马上加快节奏，赶紧发。好完，好球！最后这赢球都是靠发球，连续的好发球，你还能上分。顶住啊！守得不错。到中半场，两边拉开。
一直把斯卡莫约顶在后场。哎，这个球不应该呀、啊！对，要是再强，那这对手就没法打。对，其实现在就是自信，简直有些。这个过程当中，他们几乎没有，就是对方两。往前跟进，回网球，打中路，打起来，球很难扶，就是后半局让他们俩在场上叫起来、跑起来，打出状态了。最后还是吉利恩和苏卡穆约21-16胜了决胜局。尽可能少去想，果断一个状态，不够果断。